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晚教早。拜六早起时，和咱做个参考来看《罗马书》第十五章第七节。所以恁都要彼此接纳，参像基督接纳恁同款，和荣耀归乎上帝。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伊伫办公室内面测验着两个囡仔，啊，这两个囡仔，一个伊是对好家人的家庭出来，一个囡仔是对非常善乡的家庭出来。心理家就叫因来到头前面，和因看一百度，度内面有一只兔啊，坐伫桌顶的边啊，伫迄个所在咧哭。伊的妈妈一个面安尼真歹，然后伫迄个所在徛伫一边，对着安尼，伊就甲因两个讲，讲恁讲出着恁看一百度内面所表达的意思是啥物？一个啊，善良人的囡仔，伊就讲啊，这个兔啊，伊咧哭是因为伊想要搁再食。但是已经无物件，伊个边，伊个妈妈伫边啊，嘛非常的艰苦。另外，这个好家人囡仔讲，唔是，伊咧哭是因为伊无想要搁食，但是伊个妈妈逼伊搁再食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啥物款的环境的中间，咱就习惯用啥物款的态度嚟看待着每一件代志。所以每一件代志，无相像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咱拢知影一定有无相像的感受。在这个所在讲，恁都要彼此接纳。兄弟姊妹，伫教会中间，毋是所有人拢对同一个环境中间的大汉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同款的经历甲背景。所以，咱都要学习彼此接纳，因为咱看人、看书、看物件，咱拢有无相像。所以，咱就要用更加宽阔的心胸来看待着每一项代志，就亲像基督看到咱同款。无论如何，咱彼此接纳，亲像基督接纳咱，和咱的上帝会当得到荣耀。这才是咱所应该做的，敢毋是？做个三教来学习吧，阿头来祈祷，请来天父上帝，我来到你个地喜欢的宝座前。恳求你开阔着阮的心胸，也尝试予阮会当用着无相像的角度、无相像的经历，会当来彼此接纳，予主的灵、上帝恩光，借着阮三界的结连，予你的疼、你的阻碍，伫阮的心中流露出你家己的水来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予你家己的一家。